小乖，你的那个番茄酱呢？我的衣服。哇，怎么样？你的手也要沾番茄酱？啊，擦擦，锅汤脏脏。小乖子羊大薯吃得完吗？还是番茄酱？他其实都没吃，都在吃酱而已。只是吃酱而已。那他是专家，真的就是酱比较好吃。哎呀，你有天分，以后可以超越阿伯哦。拿近一点啊，还有很多，还那么多，你看，对啊，这里还有，等一下去办公室还可以再吃，心意没精神，还是要给他睡觉，你要快点喝一喝，待会一家晚。这酸甜酱，这个我不喜欢，这是麦克鸡的，麦克鸡。我知道，我要先吃。等一下再吃薯条。啊？好了吗？会烫吗？变咩？变个。我安尼500几块，我感觉足贵的咧。多少？500多块。你们咯？你安尼500几哦？你们买500多？不知道怎么算的。3个套餐啊，1个儿童餐。你们买3个套餐。3个套餐，一个儿童餐。3个套餐，我一个。我一个，他一个。啊，他一个儿童餐。好，等于4个套餐了。我想讲3个套餐500多。我想，他想要没有以前便宜，想要让我们89啊。对。那你们一次吃4个套餐了？还是？各自加，各自加。对。欸、你在玩什么？你在玩你的薯条、啊、那个不是积木哎、欸，好不好？要不要？我们留一些回去慢吃。你在钓鱼啊？边玩玩就边吃好不好？就是。那我去另一个位置。嗯，哦，好吃。嗯。